媽帶老公飛上外太空啦。今日我哋落返地下着陸，第一站我哋會去劉學芳。一年好一次，我哋嚟到康德斯酒店嘅川水寮嗰度做按摩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呢条友头先扯晒鼻鼾，佢按头好舒服啊！头三十分钟你已经瞓着咗噶啦，氹你瞓觉。按完摩之后仲有个迷你 T 恤噶，老公生日快乐！叉烛店，我哋而家去第二站啦，系位于荔枝角嘅 D Two Place 啊。我哋到底去 D2 Place 做咩呢？到底我哋去边度呢？我哋去射击啊，定系踩 roller 呢？我哋踩 roller。我哋就嚟到铜锣湾食晚餐啊！觉唔觉得呢一条路好熟悉啊？原来一年前我哋都嚟过噶，一年前介绍嗰间兵马俑执咗之后咧，一年后嘅今日开咗另一间新餐厅，估唔到我又揾翻呢间餐厅啊！呢间餐厅有米芝莲星级厨师坐镇嘅，一开始我系俾佢呢啲无酒精嘅 motel 吸引住嘅，好特别噶。一杯是熱情普洱，一杯是烏龍桃源，是很出名用茶沖的果汁，好好喝啊，強烈推薦要試一下來喝他們的 Motel。 椒鹽雞肚魚冇炸到很燶，不過都脆口的，挺好吃，小辣。这个竹荪菜苗呢，开头以为68元一碟，哇抵啊，原来68元一条啊。但是我都一顶好爽啊。它这有些斑块呢，是一件件母骨炒起的。榄菜陈皮斑块淡淡肉，不过就没有蒸的那么鲜味，那就没有那么乱口啊，但是个味道 OK 的。小心翼啊。好黏口啊，充满胶质。这里呢最出名的除了饮品啦，还有甜品啦，这个就是和牛卷，你想是什么来的？是雪糕来的，但因为它要令到个士多啤梨雪糕成型呢，吃下去就不是好像雪糕的。这个煎堆灯笼也很值得叫的，很漂亮啊，个灯笼煎堆咧就好睇又好食噶，好薄好脆啊！同之前一样啦，佢有个室外嘅露台位，就喺呢个露台位令我认得呢间餐厅，就是我哋一年前食过嗰间啊！哇，无敌维多利亚海景啊！